只要密盒里写的不是永言的名字，或者什么名字都没有，那就好办。您身子不能累着。这没事。没事。皇上，膳汤好了，您多少用一点儿。皇上，皇上，来人，快叫太医！闭嘴！先别闹出动静来，去请江太医。这。江太医，这皇上吃了那么多药，怎么还不见好啊？皇上虽说这回是旧疾复发，但比上次更严重了。微臣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上圣功如何呀？回皇贵妃娘娘，皇上劳累过深，伤统荣亲王薨逝时落下的病根儿又发作了。既然是旧病复发，那严重吗？皇上这回的病情是又急又凶，气血直冲百会，险之又险。微臣要回太医院，召集所有太医一同会诊。竟然如此严重。是，皇上一直昏迷不醒，还需静养。玉壶姑姑，皇上这个样子，你先去禀报太后，等太后的意思再定夺，切莫声张旁人。是。那微臣也告退了。江太医，您一直为皇上医治，这回皇上的病看脉案是极为凶险，一切都得仰仗您的斟酌。要不是这回病情来势汹汹，在下也不会劳烦各位同僚啊。我看重症用猛药，另则很多事还得多准备一手，免得到时候圣功不愈，我们太医院吃罪不起呀。说的也是。包太医在，你也来看看吧，咱们一同斟酌着用药。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贵妃娘娘，您都侍候一夜了，不如先回去歇息吧。皇上若醒了，奴婢立刻回禀您。也好。
包太医，贵妃娘娘，皇上到底如何了？微臣看皇上的脉案，怕是不好了。当真？微臣不敢欺瞒娘娘，皇上是旧病复发，病症又在脑中，太医们都束手无策了。退下吧。是。 若皇上的病真如包太医所说这么严重，可皇上正当盛年。主，您忘了，当年先帝也正是皇上这个年纪突犯急症，驾崩的，已然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咱们是不是应该先预备起来？莫等真有什么事发生。 咱们束手无策呀！先帝驾崩的时候，为着到底没有废除景荣宫娘娘那尊封母后皇太后之称，闹得多厉害呀！要不是景荣宫娘娘膝下无子，如今的太后又怎能稳坐慈宁宫的宝座？可是翊坤宫娘娘不一样，她可是有孩子的，而且她的孩子比咱们十五阿哥还要年长。 您不得不准备呀！好，本宫知道了。哎，包公公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江太医，我是看药泡好了，我帮你烧上。哎呦，包公公，这皇上的药啊，讲究很深。 泡多久用多少水，这里面不能差半分。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那咱俩都担待不起啊！哦，我知道了。这样吧，包公公，麻烦帮我取取点炭火来。啊，是。 微臣给您开的药，可一定要按时吃，一次都不能落下。我知道你已经加重了药的量，我会撑住的，你不用担心。皇上那儿如何了？啊，皇上病消后，一直有微臣随侍，从诊脉、开药、抓药到熬药，都只有微臣一人，绝无旁人经手。皇贵妃娘娘那儿。 已经开始担心皇上的病情了，还常想包太医打听皇上的病情。可包太医他们所看到的，都是微臣准备下的脉案。现在后宫由太后主持，娘娘您放心。皇上那边，你有把握吗？皇后娘娘，微臣的医术您是知道的，所有的一切。 都在微臣的把控之中，绝不会出差。那由劳你了。这都是微臣应该做的。请皇贵妃安。太后在里面陪着皇上，您先等一等，奴才还有差事。 先告退了。哀家都这把年纪了，难道又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太后，皇上一直未醒，可怎么好？ 皇帝病症如此凶险，务必秘而不宣。
免得前朝引起波动。有太后在，能乱什么？永琪薨逝之后，这储位一直就虚悬着。正大光明和养心殿、寝殿的密盒里，也不知道写着哪位皇子的名字。如果有新帝继位，怕是会有变故。能有什么变故？无论立嫡、立长，十二阿哥都在您的慈宁宫里。只要密盒里写的不是永琰的名字，或者什么名字都没有，那就好办。请太后安。好好伺候着，进去吧。是。请皇贵妃娘娘安。今夜是婉嫔娘娘侍疾，您怎么来了？婉嫔她累了，让她回去休息，本宫自会侍奉皇上。这。微臣